那 Victor， 我想问一下，这是你第一次用世界第一的头衔回到家乡打比赛。嗯，刚才上场的时候心情怎么样？嗯，我觉得我还是对自己有信心，虽然我当然有压力，但是这个是运动员的生活的一部分，所以我已经习惯了。我只希望我能打得好。那因为林丹退赛，是不是会进决赛的？我不要选菜园，因为呢，明天是一个新的一天，所以有一个新的对手，所以我要把我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明天的比赛上。那这次你可以在家里就是直接去赛场，所以我们看你的 Instagram 很多，可以，你就在家里直接去赛场，所以回家休息会更好。对，更好，有很多很好的回忆，而且呢，我的很多以前的朋友们都住在这里，所以我可以跟他们喝咖啡，跟家人在一起，比较放松，所以最后我希望我能发挥我最高的水平。加油！好，谢谢。